只要你愿意，以后我都会全心全意对你好，用我的生命保护你，绝不让你受半点委屈。敬你，宠你，不敢有违。 我发誓。 殿下，您英勇神武，自会有女子青睐的。夜谭区区凡人，实在是不值得您挂在心上。殿下，请回吧。公主累了一天了，也该回殿中休息了。殿下，坐坐坐坐。 本上还是第一次向你求爱，你要找我不要我，多怪我本是战机，样样都输找我一筹。你等着，我这就去边境。 恕便杀敌，等前来宫立了印，我再来，看你到时候嫁我不嫁。大殿下是最重脸面的人了，我刚才会不会太过分了？ 他会不会做出些莽撞的事情啊？没事儿，吴代就是一莽夫，你必须得把话说重了，他才能够死心。不过，我们终于清静了，往后可以过安生的日子了。有你在我，便是清静不了。要不请三殿下也请回吧。我哪儿也不去，我就在你身边呢。不管你是让我捣药。
还是端茶倒水，我都听你的。这可是你说的啊。嗯。陛下，大事不好了，皇宫失窃了。什么？皇宫失窃？失窃。昨天皇宫失窃，你们几个守卫是干什么吃的？还有你们几个小太监，平日里手脚就不干净，也不知道这次跟你们有没有干系，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去找，找不着都得杀头。才五两啊，得多给点啊。